陈老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弥勒尊哦。哦。从这哪来？进步真多哦，吼！大家真用心啦，吼！上主区长啦，吼！下主小组长，甲各位同修同心协力。哦，今天我们道路蒸蒸日上，我很怕破啊。咱另外嘛，就是咧讲弥勒救苦真经啊，另外这段叫老母降下通天桥。老母哦，老母这两字是咱一贯道的专有名词啊，尤其是日母，日母。字典找无，字典无这字啦，啊，伊就是咱的先天老母，啊有先天老母，就后天的老母，所以先天的老母得的，后天的老母还，叫做阿母啊，啊是安那那的先天母，再过一个后天的母，先天的母生啥？先天的老母生啥？生一个，生心，就是咱这点的良心。所以天理对良心，就是生咱这点的良心。六祖讲的这本心，就是咱人的良心。先天庙生心，啊，后天庙生啥？生男育女，这生男养女，生男养女，所以咱是咪叫做老百姓？咱叫做老百姓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有百姓无？单林立川天下拼一半，哦，黄的红的，大家都有，这是百姓。所以老母生心，后天的老母。生一个心，生心，哦，生心，安尼合起叫做生命。有身躯无灵魂袂活，有灵魂无身躯有哪无作用？所以安尼合起叫做生命，叫做性命，哦。啊，咱世俗人有一句话咧讲哦，世俗人有一句话咧讲，讲安怎？讲会生咧惊心。啊，未，那会生咧惊心，未生咧惊心，所以这个老母无法度生心，老母无法度生灵性，就是由先天的老母生的，咱后天的老母是生命，哦，生这个身躯，所以安尼合着叫做性命，啊，大家有理解哦，啊，就是先天庙加后天庙。啊，什么话叫做通天桥？通天桥伫这有人知无？天道有人知无？通天桥伫这？无要紧，比看卖，比唔对嘛，无要紧，啊对，哎，甲爸爸啊，这个通天桥伫这，这条叫做通天的窍门，就是咱人的这个通天桥啊，就是咱人的灵性。甲天相通的一个穴道，咱人的灵性甲天相通的迄个穴道叫做通天窍，儒家叫做生死门，所以孔子讲生五门，生五湖，讲水灵出不由我，河伯由斯得呀，讲啥物人出去袂使无位啊，迄叫做通天的窍门，所以讲。这个咱人的灵性甲天相通的这个穴道叫做通天窍。有幸，是讲咱人有幸得到这窍，那得到这窍，为这窍下手，来下功夫来修，得志个修志，将来会当超生了世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个叫通天窍。啊，咱有得到无？
咱有得着啊袂？得着名师一点嘛，名师已经拍开这通天桥。若无拍开通天桥，咱将来啊为四门眼、耳、鼻、口，为遮变六道轮回。所以咱今日盖幸运咯，家己拍破啊子。我们已经得到老母的通天窍，哦，咱将来百年以后就是为这个窍门出去。哦，为这个窍门出去，为这个窍门出去，该讲做通天，通天。所以咱人讲天生第一样的，啊，百年以后讲啥？百年以后讲啥？归天，哎，归天，归天不是人飞起哩，人是天生的嘛，咪伫天顶拍架了，不是啊？天生的意思就是老母降下这个灵性给咱，百年以后灵性要去归位。要归位，叫做百年以后叫做归天，啊，不过咱拢无法度归天，为啥物啊？无法度归天，迷失了。所以咱老母在降通天桥落啊，伫这世间，老母降下通天桥的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搁再找回咱本来的面貌。咱落啊这世间偌久啊？大约差六万年哈。咱为诸位开天。地位撇地，因为生人甲现在叫做五位交替，五味交替，一花拄啊一万空八百年，五味交替走了六万年左右。所以咱常咧讲六万年、六万年，就是为因花开始升起，因花开始有人了，到这个五味交替，到将近即嘛啊六万年。啊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了。本来咱人来到这世间哦，六祖慧在那个六祖坛经就讲讲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。咱的自性本来是圆圆、光光、精明，连一点污点都无。但是来到这世间了，来到这世间了，是不是污染了？咱有污染吗？本来都污染呀。啊，安那污染，菩萨污染着。这个叫十字架，十字架代表咱人的啥？代表咱人的啥？代表咱人的自信。所以讲，十字架中找真的人，十字架的中有一个真的人，真的人就是咱人的灵魂，灵魂永远未死。所以人死叫做鬼心，生在人在，生气。生气人亡，伊无爱讲生死人亡哦，讲生气人亡，所以人死叫做过身。过身就是去换另外一个环境，换另外一个身躯，换另外一个角度，所以咱的灵性未死。所以才讲十字架中找真人，咱若找到迄个真人，就当超生了事。啊，咱有找到真人啊未？咱找到啊。啊，咱找到啊！但是咱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咱这个是不是加在讲咱的本性被欺骗、物欲所蒙蔽了？你看，这个是不是就这个？这是啥？有买无？哦，这世人干的嘛是，哦，这世人干的嘛是，地书干的本性已经污染了，污染嘛，所以无法度登本还原。所以咱即马为什么要教咱修三宝心法，就是要恢复本来面貌，从这污染，从这个慢慢一直个净化，啊，净化掉了，水清鱼就现啊。咱真就是一汤水哦，落去吉摇晃，咱是不是社会定？切呀切！今仔当面来塞一种好，为着三顿，为着子女，为着啥？这拢是应该啦。但是咱当时冷静了啊，咧修行，有冷捌冷静了啊，唔系。那唔是一直敢推行这个三宝心法，讲要唔管十分钟也好，五分钟也好，你一定爱静落来想想自己，看看自己，关照自己。啊，无样样背啦。什么人讲静几分钟啊？落去唔去上瘾的，
无啦。所以咱就勉强讲，大家咧做三宝生活，几分钟拢无要紧，含佛相通一下，含佛相应一下。所以因为咱的自性和旧习载起，我们迷失了我们本性，污染了本性。旧吼、哦、要看旧，旧虽然若讲错的菜，旧毋是错的菜啊。酒伊会乱性，你灌酒里只无代志哦，啊饮了有代志无？哦，饮了全代志，啥物代志都敢做。所以咱五戒叫做杀盗淫妄酒，甲这个酒会破掉杀盗淫妄，会当破净啊四戒哦。饮醉了这四戒全破，就是五戒全破。饮醉了敢杀人敢不敢？你讲的啊，唔敢的代志，酒恁咪拢全代志啦，逐项都敢，所以含政务进去推行，酒后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你看，这酒真严重，但是咱酒吼，伫遐点点啦，恁咪讲在逍遥啊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色，色就是美色啊，美色啦。啊，甲物质，这些咪干啦？讲男女这男欢女爱叫做美色，搁一项是物质上的欲望，对物质强、物质上的迄个需求、迄、那个欲望非常的强烈。美色这大拢知啦，有为着这美色来，结果变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有无？也得啊，烧台、破流生、分尸，啥物都干，啥物都做，热着啊，爱爱袂着就好死啊，啊，毋是死，佮同归于尽，到尾含全家拢斩。顶下迄电视讲，按斩斩的，佮放喺冰箱，无定时啊，摕出来撒撒来食。后即款的呢，你看，爱爱，迄爱轮回面，迄就是六道轮回因的个基本原因啦。你看物质，咱对物这个物质上的这个欲望，咱为着要满足咱的欲望，咱是不是不择手段？只要得会到，啥物代志都敢做。叫做对物质上的需求，咱啊欲望愈悬，欲望愈多哦，咱的烦恼愈多，咱的烦恼愈多，这个叫色。啊，钱呢？财嘛，介厉害哦！人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；啊，小人爱财嘞，不靠体面哦，啊嘛不择手段。我为着钱，含老爸阿母拢敢抬，有无？电视捌看唔啦？迄抬价吼，因阿哥、因老爸小弟啊、个小妹啊，阿哥甲跪咧求，讲茫去抬啊，茫去甲抬啊，迄要会来，要会开始要你转。因阿哥跪咧，甲要求呢，叫因孙啊，讲茫去抬啊，嗯，无死站架去，站要跪十刀安，迄金门啊，哦，迄财神也是一个看哦，啊嘛是为着钱，啊为着钱绑票，啥物危险的代志拢敢做，即拢六道轮回主要因素。人讲命中有时终是有啦，命老带灾祸吼都有啦。命若要再大灾祸吼，唔免强求。迄天我伫电视看到一个人一箍，开一箍买一个红包落啊，你有看无？红包落啊，去超市，去对着几？呀，安尼气死人咧！啊，咱迄天我听迄个咱的主办伫讲因来因一摆拢集，介侪人消费啊，拢集几塔。一卡对着两百块，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啊对啊是啊，哎，我人比人气死人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，唔免强求啦。哦，尤其这财，气的倒变就会忍。迄人若气起吼，是不顾一切呢。伫迄个忍无可忍的时，伊要爆发开吼，那讲火烧宫殿啦，咱三代立业绩。一代开工，咱
自入来咱求道了后，啊，清口安长度人，好安累积累积，安硬硬欠呢，欠一挂功德一大。啊，向阳安拄着一个不如意，向阳拄着一个安一口，干那一口气安吞袂落，也挡好伊。星星之火，足以燎原。一点啊火星，一点啊火星，规支山都烧伊，叫做火烧功德人。所以改讲忍一时，忍一时，海阔天空。明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；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这就是咱修行的功夫啦。啊，咱是毋是逐日拢为着吃伫吃？我一口气吞袂落啦！啊，我来问看食饱未？诶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啊，讲一个欠伊五十块，伊欠我块。开一百块，叫人家伊甲讨五十块，讨五十块，人咧甲笑讲，嗯，安尼得个了五十啊，爽，袂堪滴落去安，讨一个甘愿诶。人就是拢安尼啊，咱人就是拢食色，啊，即拢总主要吼轮回因素，轮回因素吼。所以为什么老母要感通天桥落来，就是因为咱诶即个啊。咱动手吼，即个地主已经拢迷失了，我们本性已经污染了，就气病、物质的污染，所以造成个乌烟瘴气。所以老母在降下通天桥。咱即马过来看一段训文啦，哈，母训。来这段哈，咱来读一遍。这段就是咱的母训啊，老母的训文哦。咱做下来读一遍来，一二三。上天在天地天官，诸佛不敢乱还愿，一心结婚乃必将，结婚必孝在南阳，将化人观通天教，教化一路犯困难。来，我简单说明一下吼。三千大千一天官，啥啊？这三千大千一天官，咱天官是咪加一点尔？放出去叫做一本善满时，一本善满时，就讲有天官，搁再放出去叫做一本善满时。过来就是满时归一本。三千大千世界嘛是归纳伫玄关，玄关大弥轮六合，小多一点。六合就是安，弥轮六合，弘一正弥轮六合，即是道的本体。观字就是讲甲修啊，即是一本善满时，三这六合，东西南北上下啊，这六合。东西南北甲上下叫做六六合，所以一本善满时，观字就是讲甲缩过来，拄啊存一点，这是闽南一贯的记号，这是本性，体甲用，放弃一本善满时，体一摆变存一点，啊人有一句话咧讲啊，讲密必有处可密，安怎密都有一个旁，捌听过？讲鸡卵壳巴拢有啥？对，鸡卵你阿看是无芳，啊，唔过一定有芳。我亲像安尼咧讲，玄关虽然咱看无有芳，其实伊有一个出入的所在，有一个出入的所在。所以讲三千大千一玄关，放置即弥轮六合，关置即退藏一灭，诸佛不敢乱传宣。讲这条就是天机，咱是闽南讲天机不可漏泄，天机不可漏泄，所以诸佛菩萨唔敢胡白讲，唔是咱人袂使入漏尔，诸佛菩萨哪袂使漏泄？会记咱定定咧讲，讲咱第八代祖师东方后第八代祖师姓罗，叫做罗卫全祖师，因为心急，时间还袂到，心急，就两本册《十老天机》。一本叫做《通天摄氏经》，一本叫做《科景龙华经》，这两本来《十老天机》，到尾啊受五马分尸，为众生定劫。
一代祖师哦，有来受五马分尸，或者摄老天机。何况讲咱哦，咱一个小老百姓，所以求道就该讲卖摄老天机。诸佛唔敢乱传宣，唔敢讲。但是各位，如果若无讲，假使若无讲的话，众生永远拢众生，咱无多侥幸了事。所以诸佛菩萨伊抱着一个慈悲的心肠，虽然是天机未使漏泄，但是伊用三种的方法，伊用三种的方法来甲众生暗示，用对三种。天未讲话，地未讲话，人会讲话未？对，伊会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伊会叫人来讲。啊，叫人安怎讲？我记一个咧，人世俗人有讲一句话，讲生理在半天，啊，性命呢？性命在眼前。哦，捌听过这句话吗？生理在半天，性命在你的目睭前，这就是。天未讲的，地未讲的，会叫人来讲。我举一个更较现实的例子。当时大陆在要沦陷，大陆迄阵在赤化，咱是毋是拢一直要逃亡？包括当时时阵寺庙咧办道的时，一直掠，一直赶，搬到地方到云南的牺牲的。所以要住啊，迄个中间拢有一个老人哦，一个老人是咱济公活佛。变现呢，有一个老人透早拢担一担哦，一担篮头前一个篮，后壁一个篮，头前袋啥袋馒头甲豆奶，后壁袋枣啊，咱咧食的枣啊，枣啊，啊甲桃啊，伊枣啊是安啥呢？无要紧啊，看有桃啊，卖俩包了。头前担馒头甲豆奶，后壁担枣啊甲桃啊。啊，一个老人透早拢街头巷尾啊说：“走头哦，走头哦，迄就是大陆伫要沦陷吗？你看拢会叫人来讲。”啊，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是咱华师尊哦。当然，走头哦，走头哦。啊，头前担馒头，伊不爱画馒头，伊不爱画豆奶，伊该讲啥？馒头和豆奶，甲早点，讲起来是搭不上调呢。那还能讲早点？咱今麦咧食早时顿哦，都食早餐。特别讲早点，早点哦，早头哦，早点哦，早头哦，讲紧早哦，啊那无紧你就到哦，安那，对嘛？天机都袂使讲，诸佛都唔敢讲，所以伊用介侪方法来讲暗示，来讲暗示，啊在小报啊，在小报啊，知影人就小报，知影人小报，啊感觉啊这显化，这显化，这显露，啊开始好一阵，所以咱得不的。当时伫大陆是非常的方便的，非常的方便哦。第一对少人讲，第二咧，积木剪刀，啥个积木剪刀？用一人物件，用你常常看到的物件，常常看到的物件，啊，给你暗示。我记一个吼，咱捌看迄佛祖塔啦，咱捌过咧佛祖塔啦，有一对对联无？啊，对联哪写？指定哪中观自在，啊，讲别莲坐相现如来，袂讲大相也好啦吼，现如来。我请问别莲大相，别莲伫对？在咱的五官的什么所在？白莲花，白色的莲花台，顶冠白莲台上现如来，讲这个白色莲花
座的顶端有一个如来佛，就是咱的本性，有一个如来佛咯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如来佛伫迄个白色的莲花台上。啊，我请问大家，白色的莲花台伫底？咱的嘴是毋是咱？咱的嘴啦，嘴啦，啊、嗯！我艺术家，我也冇看人画图遮歹的。你看，俺有先练会做无？你家己看你的嘴齿看嘛？咱的嘴齿是毋是咱？阿伯。啊，是咪多一个莲花座？伊讲，喙齿的顶端，伫你的喙齿的顶端，这个莲花座，嗯，这喙齿的顶端有一尊如来佛，就是咱的本性。我们本性叫如来佛，修了行的变如来啊，如来如来如你本来。啊，是安怎咱进无啊多如你本来？因为咱乌蛇蛇，咱乌蛇蛇啦。来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诸心，用咱家己甲创歹个，咱的心甲创歹个。伊讲你若甲超好些，得了成佛，就成佛啦。所以天堂地狱拢是心，拢伫心。所以为心自起，为心甲超正，你就是佛祖。所以讲，这个佛祖是住伫白色的莲花座的顶端，安尼是毋是知物言道？伊用一样物件，啊！你定你看，爱就甲你讲，讲倒伫啊，倒伫啊，啊都无人知。今仔咱若毋是求得寿命书一字，经过人间说明，其实咱若毋知啦。白色莲花座，敢那白色莲花座的，莲花座的莲花座的，毋知伊啥意思？它会现出如来，只要你修，伊就变如来啊！啊，为迄个所在开始修，这就是知物言道。阁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用文字。文字的记载跟暗示，那么读经，经典内底都有解唱这個，但是咱唔知道。我想用简单人常咧讲三宝的一句话，讲：佛在灵山无远求，灵山自在你心头。人人有阁灵山塔，何用灵山塔下修？啊，灵山里底，灵山里底山顶。是毋是山顶？啊，咱面咱的五官有山无？伫底？这叫做山，叫做俗名讲做山根，山根啊，山根啊，伊个山。所以讲，讲佛在灵山，佛祖住伫山，山顶，你毋免想起做讲佛在灵山悟圆觉。佛在你的身躯，在你的鼻那个所在，你不用生分去做。啊，咱不是曲曲总，十八王宫什么宫什么碗宫什么钱啊宫什么都拜。啊，多种的信仰不是不好啦，但是咱想过复杂。另外，佛直接来跟你讲，讲佛在灵山无安求，在你的鼻啊，在你的鼻尔，在你的鼻家不用生分去做。灵山自在你心头，讲灵山伫你的心肝头，啊，心肝头伫底，比看嘛，心肝头伫底，好，错哪做你，你比几下位，你到尾后比着，咱一般讲佛在灵山无远求，讲佛祖住伫偏啊。第一个山呀，这个灵山家，唔免想易吹。讲灵山住伫你的心肝头，啊，大家拢讲家。这个心脏呢，这唔是，这个无作用呢，这是你拍火碰扑啊，碰扑啊，你拍火啊，你有循环呢。伊未想啦，伊要想啥？这个你想的。所以心头就是这个心。你即马注意看，有安尼无？啊，才一点，才一点安无？这就是咱人的良心。所以求道的时，哦，因你一条前面路啊来，
了后，点燃师傅甲你拍一个，直接拍一个烟壶啊，才点了无？安尼都无惊伤害啦，回归母亲的怀抱。所以讲，佛在灵山望想去做，灵山拄啊伫这个心肝头。讲人人有隔灵山塔，灵山塔就是偏啦。啊，有人无偏的无，是毋是？甲伊讲，伊甲你暗是讲，大家拢有一支偏。为迄个所在指向灵山塔下修，是毋是咱三宝心华为这个开始下功夫，你就超生了事啊？啊，公安有名无？真名，公安真名啊！这就是咱这个哦，三千大千一行观诸佛不敢乱传传，唔敢后白讲，含第八代祖师讲得受定劫哦，只因劫运来得险，这句免想解释啊，大家拢感受到啊。过去九二一八八水灾，什么八七水灾，啥啊，迄种过界遥远啊，拢唔免阁讲啊。最近一个月发生的代志，有人无唔捌唔知影无？那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的人，也只有世间，咱隔壁啊尔。你唔知应该，你若知就介麻烦啦，含你也知就麻烦啦。就是好，刚才你唔知，你才好过日。囡仔上好过日，我大人拢唔知。我管在你安怎样？日本，不知啊。日本安发生这个海啸安，福冈竟然惊天动地，大闻海色变，听到咧核子，哦，核诶，辐射线，大家都毛骨悚然，大家都抓咧蛋。恁这若要日本，这都介绍，剩半价，四天。四天八千块尔，四天呢？我伫电视看咧，伊促销，伊促销讲八千，四天，哪不赢？哪咧也真趁炸？因为你着卖伊，你着卖伊啊就好啊。你住京都在啊，无要紧的啊。住较南门这边，伊伫北方嘛，无要紧。我讲你讲真个，真买日本这台真半价尔，真俗。现在拢几啊万，即马剩八千块尔。那是讲卖模样嘛，卖赔了钱啊！哦，你看，只因结婚来滴险，有无？郭大仙都敢讲变变啊嘞，结婚来啊，非常的危险。你看，温室效应、冰山融化，有诶无个带来的灾害，就是瘟疫、瘟疫，上食了就是瘟疫。瘟疫哪来啊？迄介侪迄个，伫个冰山藏几啊万亿年，几啊万年，迄款细菌也起来哦。我爱讲，迄含菌哦，咱正过去有迄沙士啥，咱就全世界人戴口罩，干一个沙士尔呢。大家无听到沙士拢错咧等。啊，迄毋是干那沙士诶，就杀伤力尔，足恐怖，足恐怖。人讲。行尽天下世间路啦，唯有修行未误人。敢若修行未误人尔，大家真牛，大家真厉害，也要选这条路。我感到何乐？真正选这条路是最健康的呢，最健康的。因为结束来啊，真危险。这不是你骗，那伫五十年前敢讲这，无人要信啊。我前五十年前救到我，就常咧讲三句佛教啊。拢甲想讲啊，迄个劝善的啦，迄个那么先生安尼讲，你叫人食菜拢嘛讲安，啊，即马咯，即马含政府在你叫人食菜安尼，有无？即马毋是宗教叫人食，含政府在你推行，什么周一，什么无落日，哎，啊有诶一寡较自卑的，拢过去到部队做兵啊食咧，你看过去敢有即款经营？无，即做天意，即做天运啦，结印。劫运，迄、那个劫运来啊，所以它会自然形成，也自然现形。你若靠宗教的力量去这个宣传哦，要个办？怎么比全民运动，说是比全民运动呢？我就捌咧讲笑讲，佮隔几年啊，佮隔几年啊，卖牛肉面还是卖迄卤肉饭的哦，
会感觉怪奇怪，讲啊人逐位拢素食，啊但干那我咧卖牛肉面。哎，讲你刀辣啊刀腩嘛，固定，那你刀辣啊刀腩面，规市啊拢素食啦，我也毋捌看到讲规市啊拢素食的啦，规个市啊呢，拢素食，拢素食，遐素食遐说，我看到哎呦，啊无真正真正世界就要末日啦，哎呀是真正。我若无亲目怪，甲我讲，我若无啥爱心，我着送左人伊坐车，拢伫个迄个所在，啊，总落遐食顿饭，啊，哎呦，要找一顿食错个无呢？好几个钱啊！迄真正咧素食英文啊！啊，为啥物呾素食英文？弥勒佛英文，弥勒佛就是主师佛，伊就是推行素食的第一人，包括讲伊最初。最初不是肉，到伊成佛有哪戒肉戒，无食肉的戒律，到成佛有哪伊戒定，所以这弥勒佛的英文，啊，咱即马是咪弥勒英文？咱一贯都道亲哦，啊，怪奇怪哦。咱进全世界千口的人口啦，咱一贯都占超三，会使讲差不多两分之一以上啊。世界素食的人口的总比例，咱一贯到是二分之一以上。迄天我伫咧电台听到迄个传道法师讲，刘二一贯多呀，你每一下地主呢，讲刘二一贯多的啦。咱玩遮侪人啦，你啊拜参啥遮侪人啦，几千人、几啊千人，明我来要十个吃中斋啦，有够小事啊，有够小事啊，你了看一贯多的。一贯到街头巷尾都拢素食的，嗯，你看，拍破啊一个。你唔知咱这一贯到足清呢？满酒哪敢喝了呢？讲真，咱社会吼，加在有一贯到滴豆腐做呢。那因为咱宗教是为心地嘛，啊，或者是地标嘛，是地标啊，就你犯罪啊，该掠去关，让你反省。啊，你哦，无唔免抓去关，是毋是为心？甲治疗就唔免抓去关啊！你为心的甲做对，就唔免抓去关啊！关是你关表你反省的，哎，已经上班啦。只因结问来你早，假传一窍在咱南岩，各位南岩伫对？伫中华哦，不是讲伫咱家。一般凡夫的肉眼看不到，以这个苏米山分东西南北，哦，以苏米山为准啦，啊，分东西南北，咱这个所在叫做南岩，就是南岩部洲。阿弥陀讲，讲以苏米山为主，分东西南北。南翔埔州、东翔新州、西湖河州、甲北古罗州，咱就伫即个。啊，即马要甲即个，为什么讲老母降下通天桥来降伫即个南翔埔州？原因伫倒位啊？南翔埔州的身高差不多四尺，人寿一百岁。南翔埔洲哦，这座一座多七八啦，一座多七八，四座多七尺外。咱过去的人，咱即马哦，七尺外，啊，咱即马遐拢剩四五尺、五尺外、六尺算介悬啦，一百八十公分算介悬啦，六尺也算介悬啦。啊，咱即马来的，如英国的人讲做丈夫，捌听过无？丈夫就规长个啦。较早哦，古早，即卖来愈来愈矮，愈来愈矮。
啊，每一百年哦，每一百年人寿减一岁。咱进南禅部少的人头一百岁。啊，为佛陀讲经迄个时阵开始，佛陀甲进是毋是两千五百年？佛陀为佛陀讲经甲即马是毋是已经经过两千五百年？啊，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安尼是减二五岁，对不对？啊，经过啊一百岁，即马咱差不多剩平均平均年龄才七十五岁，但是南禅部少的人。多夭折，就是讲夭寿短命。咱南禅部即个命上短，啊，艰苦苦乐参半，唔是参半，十之八九不如意，对不对？东胜新酒，伊多加一杯，新冠加一杯，岁寿二啊五，西湖二酒，搁加一杯，年寿五百。北苦罗酒三十二折。人寿一千，这个四大部洲，拄啊这个上歹。啊，伊的人寿啊长啊短，先啊歹，因为伊听经听袂到，佛经听袂到，毋是佛陀无慈悲哦，因无爱听。北区无罗州文经难，文经不难，要听经有八种的困难，八种哦。第一个。恶鬼、畜生、妄浪、淫妄，就是痴迷、妄教的这，这伊听经介困难。搁一项叫做色地变通，伊学问介好，你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伊应你十句，你捌拄着迄毋捌？你要躲伊，伊就躲伊。叫做色地变通，你要讲好听，伊听袂落。你看下叫做色地变通，伊世间代志介捌。啊，学问啊，解二破四啥个，迄款嘞，解歹解歹，听着有力。啊，搁一种，就是北区罗州，因为伊有天然的福报，伊按天然的福报相像哦。啊，是闽南有一句话讲，快活敢若仙嘞，天然的福报就快活敢若仙嘞，所以佛经伊无爱听，我见到成仙啊，那我听佛经咪懂啊。所以北区罗州文经难。你卖听，哦，所以北区罗州虽然有福报，但是一听有经听未到。这四大部洲在南禅部洲上好，因为咱家艰苦，咱家艰苦，所以因为艰苦容易降哦。咱是咪伫迄个困境的时界容易解悟？唔像你进来讲日本啊，加在即卖讲加在啦。即类你灾害伫日本，如果若发生伫咱遮咧，我敢若八八水灾吼，我们所当其冲，我哪边都啊对对对，迄阵啊知影讲啥啊，做结束啦，迄亲像世界末日咱，迄三日的雨拢无停咧，像迄往倒的三工，一年的雨三工做一摆，甲落甲了，安尼唔淹嘛，就爱淹，透袂离嘛。你若无拄着，你袂惊啦。好，袂拄着伊，所以因为伫南禅部洲，因为咱寿命短，艰苦，佮艰苦，所以因人伫困境的中间，介容易觉悟，介紧来降哦。所以你看咱南禅部洲，就是艰苦，岁寿佮短，诸佛菩萨大拢来你家里救世，所以驾团一桥在南禅，所以一桥在团伫咱世间，伫咱的所在啊，安有福气无？所以要珍惜呢，咱若无去看到遮，若无看到仙女感知点哦，咱唔知影贵气伫底呢。实在咱安怎生来生在这个所在，安怎生来生在这个所在，尤其是搁是台湾宝岛，大得最兴盛的所在。点破仙关通天桥，桥破二怒还本源。点破仙关通天桥。咱求得是咪？敢拍开玄关桥？啊，拍开玄关桥，讲安怎讲？拍开玄关桥，阎君王袂来调，啊是安怎才会袂来调？咱求得有一张龙天表，哦，顶阵说读迄张叫做龙天表。
有的人讲，哎，敢那一张纸尔，哎，纸无唔对。恁捌看国语版本？国语，国语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圣旨开拓，嘿，奉天承运，天文岁次，新貌，民国一百年，安怎安怎安怎？哎，规个都爱想，唔管你偌大，拢爱规呢。一个太监讲圣旨开拓，大家拢规，到尾爱个下文。啊，你啊看，为什么伊咧规啥？规圣旨，皇帝代表天命，皇帝代表真命天子，所以讲出来话这圣旨，历旨历九族，阮门操蛋。啊，你啊看，还一块布啊呢？在播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在播他遐厉害，天命。龙天表虽然一张纸，天命。内底有师尊，有师庙，敢保温，敢定温。师尊敢保温呢？师庙敢定温呢？师尊敢保证呢，母亲敢担呢，啊，若无咱每一个人拢无在条求道，咱所犯的一切哦，心靠以所犯的一切，迄那伫普贤菩萨，迄个哦，普贤菩萨讲，讲众生啊，会心靠以所犯诸恶业，那个化作形体啦，尽虚空界不能永修。讲咱的心口与所犯的这个业的恶业，那有形体，咱也看会到。比如讲，做一人就一个形体，做一人就一个形体哦。讲这个虚空跌袂落，安尼咱有造业造罪无？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唔是遐简单地人来求道呢。尤其是求道了，就是要断家哦，就是含世间要断绝，就是要还本源，就是无归根哦。所以这款的正殊胜的物件，那不是师尊敢保证，那是师庙敢担，任何人都无在掉。恁捌恁咧办桌是捌看到咱两几个做伙一排，啊有诶要点桌总四四分分呢，恁捌拄着捌？总分呢呢？啊有诶要点啊，为遮暗诶总走出去，为遮暗诶要甲变好几变未几，总白个总撞出去。你看，无在量求道，迄就是业力牵，力牵引，袂当我求就袂当我求。所以，若是师尊敢保恩，师庙敢点恩哦，咱无在调。所以，今仔咱会当顺遂平安，来透过这个仪式，啊来成就，这就是点破玄关通天桥，超拔二怒还本源，就是要人物归根，要登本还原。讲天得一则清，地得一则灵，人得一则性。天得一，算作得一，就是讲天有道啦。天若照道咧行，伊是毋是事实分明？如果咧当生些对，是毋是计顺？伊有照轨道咧行。得一的意思是讲，毋是天来得道，毋是安。天伊若照道咧行，是毋是啊？迄、那个咱百姓对于做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如果来当先些对，数时分明，春夏秋冬分隔介好势。啊，即马天还有道无？一直要无道呀！啊，这无道上造成的，咱人造成的，自取灭亡，非力所用，大自然敢反扑？讲较歹听，那是自作自受，自讨苦吃。这不是天要作孽的，是咱人家作孽的。非力所用，做到即马地球乱化，有诶无你各国拢来啊。所以天人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价值啊。所以天是毋是失意啦？后人一年诶雨三工甲落了了，个人安尼就过期嘛，毋捌咱。天已经无道去啊，啊无道上造成咱人，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值，伊甲你乱呢，事实总乱呢，该管诶。嘛，无人关遮久，吼！你莫讲，讲嘛，无人关个关清明过啊嘞，得要五日节啊嘞，无得五日节还佮加面少皮了，
迄个乱呢啦！你天已经无道了，啊，唔是天无道，咱造成的。地呐得一，伊就平安；地呐就照照一个开道的行，啊，人呐照天理，就较无这灾害，伊就安宁，啊，万物生焉，哦，伊就欣欣向荣。啊，即卖全饥荒的呢，该落雨无落，啊，该种植无种植。拢落冰，美国讲剩一周，无有冰砍掉啊！你看迄吸收物件拢无啊，马啊拢无啊嘞，马啊，基因呢，基因呢，人类到尾下吼会足食力，所以地若无照开到你行，该生唔该生啦？啊，你是要干怎？迄少年咧讲讲，不然呢，你要安怎？我阿婆，你是要安怎？嗯。现在少年说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哦，可以了嘛，那也不可以。那无人吃了，爱得叫牛咧。那从日本安人，就看看你安怎，都安怎。咱人呐，得到一，就做圣人。他们讲过，老母讲阿通天桥，咱呐得到会当超生了事，咱呐为去桥来修，主人回归母亲的怀抱，或者认母归根，引母归根。所以天地的结清，地地的结清，人呐，照开道行，求得了入愿了愿，卖翻身蹦得烈士马天，入愿了愿，来讲，个个都拢会当人母归根，回到母亲的怀抱。恭喜大家，谢谢，天安国家哈。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